昨天晚上下过雨，今天又是阴天。今天我来补香蕉苗，这里看见两颗，我得拉一颗出来拿去补种。蕉苗挺漂亮的，水桶里放一点生根药，搅拌一下，把蕉苗放水桶泡个五分钟左右。就是补种在这个位置开始用力的挖洞，就这样转过去转过来的挖，终于挖好了，把蕉苗抬过来准备开始种了。就这样把蕉苗拿出来放到坑里，然后用手把边上的泥巴搬到坑里，然后再用手用力把它压紧一点，怕风吹摇来摇去被吹倒，所以得拿根棍子插着，用力插稳了，然后再那根小绳子把它绑紧，这样绑着就不会被风吹倒了。绑好了再拿生根水倒在它的根部，这样它的成活率会更强一点。补苗的简单过程就这样了，谢谢你的观看。